老车下凡来，人少志气高，用心听干恶，成就好法神。老车就是台湾民间信仰中俗称的三太子，伊脚踏风火轮，身披混天绫，正手拿火尖枪，倒手拿乾坤箍，法力高强，无所不能。老车以孩童的形象在人间示现，同款像一个囡仔，活泼聪明，具有真性情，唔仅性格鲜明，也不畏强权，乐于打抱不平，赌博安良，以富弱济贫、消灾解厄为己任，也会因为一时冲动，意气用事而窜祸，但是伊知错能改。最终经为错误中成长为一名通帅五爷天君又不失纯真动心的少年英雄，因此成了让人民倍感亲切、备受欢迎的新名。众神在民间，故事代代传，欢迎收看《封神榜神之传说》老车的故事。上一集咱讲到周国甲商朝两国的大战。已经来到最后的关头啊！周王因为失去民心，造成战事愈来愈无顺利。商军纷纷归顺周国，即马离灭国只差一步尔。周王看局势愈来愈恶化，只好先用缓兵之计，一方面派人去会见周武王、甲姜子牙、姜子牙讲的讲好。一方面带单骑因几个人逃走去避难，等待东山再起的机会。可是赵王感觉意外的是，三个看起来娇滴滴的美人，当着代志不但未紧张，也真镇定。探骑安慰赵王，唔免担心惊吓，伊的父亲甲兄弟拢是武将。受因的影响，伊嘛向武功了解兵法，加上探计甲两位小妹拢学过道术，会当利用奇门遁甲来反败为胜。探计叫赵王安心留伫皇宫，等待好消息，因马上去对付姜子牙。这个时候，周军已经来到皇宫外面。但为了减少人员的伤亡，因并无主动进行攻击，而是采取包围战术，将皇宫围甲密不透风，打算让赵王流精完绝，将盘清理，最终无法再支撑下去，自己走出来投降。反观赵王，伊仍旧想做困兽之斗，因此。听完探计所说话了后，原先甲安条咧的目头顿时锁顶开来，露出笑容。伊唔知影是探计的真实身份，乃修炼数千年，幻化成人形的九尾狐狸精。吴喜美甲探计同款是老早骨在仙元古王来的九头提家者，注意王贵人。伊其实是当年被姜子牙用三昧真火烧死的玉照琵琶者，后来探计将伊的原形藏在财神楼上，吸出天地灵气，使其复活后，三人再次结伴，一齐灭绝纣王。由此可以想象，因口中的道术，自然也要合乎正道，而是不入流的妖术。因也不是真心地想要帮助纣王，不过是贪图人间的荣华富贵，所以才想逆天而行，袭击周军，企图延续商朝的气数。如此，因才能继续把持朝政，助意谋为。只见这三名妖精不停地说着甜言蜜语，哄唬纣王欢喜，向纣王灌酒。将纣王灌醉后，随即乘上驾雕，提着兵器，化成三股的妖风，飞出皇宫，前去偷袭周军的大本营。果然刹那间，
周军的阵营不知为何突然吹来阵阵的阴风，风声犹如鬼哭神嚎，两人听了寒毛直颤，也吹得军营内尘土飞扬，吹甲营中东倒西歪，战车互相烧融。强主甲建忠心知有疑，赶紧掐在一声，算出是三妖前来作怪，马上传唤将家将领来掠妖。于是罗车一马当先的卡达风火轮，手中挥舞着火箭枪迎战三妖。随后罗振也手持离龙刀，雷震柱出出黄金棍，威虎输出寒魔柱，连同金车木车一齐加入战局，合力围攻三妖。强主牙也跟着祭出五雷阵法，也关着手上的三番剑击向空中，天空瞬间发出一道的轰天雷，噼里啪啦的雷声，吓得这三名女妖是大战心惊。谭记三个人看苗条不对，赶紧转身逃走。强主牙便命令罗车用这个雷震柱上前对干。三妖之灵一边打一边躲，没想到躲到半路时，三妖眼前出现了两面的黄幡，也有不落队的女童摆列在左右两侧，像是在迎接什么人。原来是女儿娘娘骑着青鸾家刀。三名女妖一见到女儿娘娘，赶紧下跪叩头，求女儿娘娘能救因一命。女儿娘娘却是吩咐女童用白妖术困住三妖，交予强主牙法律。三妖一听，先是错愕惊吓，接着哭诉说：“娘娘，你袂当这样对阮啦！当初可是你派阮进宫去诱惑帝王的，所以不务正业，自甘堕落，不理朝政，今日断送上苍的天下。如今大功告成，娘娘无将上官就算了。既然也春意欢意，无顾着阮的死活，要将阮交予强主家。这三名的女妖无开嘴也好，一开嘴就惹女王娘娘生气，痛骂因讲：我只有派恁去灭绝帝王，和商朝顺应天命，失去江山。我有叫恁去残害忠良、伤害无辜的生灵吗？恁的所作所为已经违背我的命令，违反天意。即马竟然要面向我邀功，恁讲恁家己该当何罪啊？三名女妖根本都唔敢正面来回答，一直向娘娘求饶命。当然，女王娘娘不但无放过这三个，也将因交予罗车、杨戬、甲雷震柱。娘娘对罗车讲：“这三个妖孽已经被我甲制服啊，无办法搁再作乱啊！恁赶紧将因带回去，和强主啊用正法来处置，希望天下早一日来当恢复平静。”经过一夜的接听后，罗车因总算抓回三名女妖。强主家立刻当众宣布罪状，说：这三个妖孽心怀手辣，作恶多端，不但败坏雕工，更尽情纵欲杀人，实在是罪大恶极，天地难容。来人啊，将因拖落去斩了！强主家一声令下，无人敢不遵从。万万无料到，三妖被押到刑场后，九头提戒者甲玉照批判者，拢能乖乖的就地伏法。唯独狐狸精化身的贪忌，伊唔甘心就这样死去，因此不断咧卖弄风情，调调周围的士兵展现千娇百媚的姿态，又对着因流转秋波，嗲声嗲气的叫着。将这一群大查甫人叫甲高高筋骨酥软，浑身无力，硬是量
刽子手无法拿刀扑下坦基的头壳。负责监站的雷震子赶紧将警方汇报予姜子牙，姜子牙便换一批人去执行，结果依旧被坦基骂到神魂颠倒，下不了手。再换一批人，也是同款的光景。一声，姜子牙可算是既受气又无奈，便决定由自己亲自动手，借出由阿多林送乎伊的葫芦，处决坦基。想不到落车处时，居然主动站出来说：“师长，这点啊小事何必劳驾你？让我来代劳即可，也让我有机会可以一向赎冤，为我那亡死的母亲报仇雪恨。”于是落车接过葫芦来到刑场，坦基一看到伊同款使出百般的柔情、万般抚慰，在说：“哎呦，看，这唔正是因家家的小公主落车将军吗？咱虽然多年未见，切身却始终惦记着你。望落车将军能手下留情，卖咱十五股啊！然而落车完全不为所动，不为美色所迷惑，因为在夜间来，坦基的心肠非常的浓毒。”像这种心地无善良的人，对一个拥抱纯真童心的七岁囡仔来说，唔念一点啊，也称不上水，也相当的丑陋。因此，落车随即转开葫芦瓜，扯出斩仙飞刀，咔嚓一声，坦基便人头落地，血溅四处，之后。姜子牙命人将这三名女妖的头悬挂在城门上，又下令在皇宫外的州军卡击正骨，齐声呐喊，化解困梦中的纣王。伊听宦官来通报，知影坦基三个人拢已经丧命，大势已去，内心着实感伤，心情显得十分的恍惚，在不知不觉中。独自走上了在城楼，小心动你落车爱打抱不平。在成长的过程中，曾经甲父亲反目成仇，后来因为孝心感动天地，命苦接应。落车的故事是浪子回头，又充满传奇的一生。请扶持节目制作经费，画布的号码42274784，号名是方法改基金会。明明是大日头，在车楼刷起一阵一阵鬼怪的寒风，和丢王赶甲皮皮喘，而且寒风中好亲像有一个声音伫咧呼唤你。丢王详细一听，声音是为伊的身后传过来。伊回头一看，结果竟然看到以前予伊害死的家夫人，带真济恐怖的鬼魂，目睭大啊大锐，一直甲伊吟，搁大声话：“昏君，献我命来！”帝王惊甲跪伫涂骹，双手抱头，求伫壁边，大声话，大声叫，拢总甲我闪开。无偌久，帝王搁听到一个熟悉的声音，讲：“陛下，时间到啊，赶紧来陪神妾吧。”帝王感觉奇怪，低头一看，这一届伊看到的是死去的姜红红甲黄贵妃。帝王再也受不了了，伊像起笑同款，在财神楼上到处乱走乱叫，走着走着，伊刺着头向下一看。忘记下底的酒池肉拿来，真是白骨。这一刻，刘王终于感觉后悔了，于是伊仰天长叹一声，又发出无比凄厉的大叫。紧接着，天空中林不红的扑下一道闪电，拄好扑到财神楼，财神楼马上起火燃烧，愈烧愈旺。无一个啊，便听见轰隆一声，看见火烬吞灭了财神楼，
帝王也在熊熊烈火中化为灰烬，历时600多年的商朝正式灭亡。周商之间的大战至此全部结束，武王率将进入皇宫，在国老诸侯的簇拥下，登基为天子，建立周朝。他颁布的第一道命令就是拆除六台，并且将顶面装饰的珠宝买入，以及帝王所刮来的财物，全数分发给百姓。又下令打开皇宫内面的粮仓，救济难民。接下来，武王命人收拾帝王的遗骸，依然用天主之礼孝葬，安抚殷商王朝的宗室。当时武王经宣告要以仁爱治国，推行德政，从此开启了一个崭新的时代，天下重新迎来太平盛世。但一切都步入正轨后，众诸侯一一辞别武王，回到自己的皇帝。武王也甲姜子牙率领众家将士返回西岐。这个时候，姜子牙当年在好友宋义林的后花园内修复的五岳妖精，早就在西岐山上建造好一座封神台，等着伊到来。姜子牙便用上紧的速度卡定好龙神戒指，带上封神榜来到封神台，燃香木牌，献花祭酒，主持封神大典。被册封的正神总共有365位，其中自然少不了影响牺牲的周国将领，像是武成王黄飞虎，也被封为五岳之首，东岳泰山大帝，不名统合天下名山，也掌管天地人间的吉祥祸福，更主宰幽冥地府的所有事务。另外四角则是由伊的一同阵亡的庄黑虎等人分别掌管。除此之外，伊的家里黄天华同款被封为三山正神。在封神榜顶端有真多截教的门人，这是因为因生前虽然甲西岐来作对，但是考虑到这群人之中有不少人是忠义之士，因捌做过歹代志，所以拢会当为了承办。譬如讲，文太师被封为吕布正神，统领吕布的24位天君，包括布合十绝顶的金鳌岛十天君，甲文太师伫黄花岭招纳的定中也有神官，定定几个人负责掌管人间的气象。过来是九灵岛的四神，成为镇守凌霄宝殿的四位元帅。摩伽四兄弟是因为师承西方释门的关系，所以成为西方极乐世界的四大护法天王。黄阿二将也成为门神，如果坐上云波的正神。杨贵峰是被封为12主车圣上之一的宋门圣君。封神榜上的人物众多，咱伫即搭就无一一列举，只介绍几个大家比较较熟悉。譬如姚笛金某的查某囝杨洁公主，在战争过程中，甲洪金为对手变成夫妻，成就一段姻缘。所以被册封为红鸾圣君。姜子牙的夫人马氏听说他成为周朝的宰相，而且深受世人的敬重后，知影自己无识人之明，甘得十分的后悔羞愧。他无面见姜子牙，选择上吊自杀。但姜子牙念在过去的情分上，也是封伊为扫帚圣君，连姜封侯拢榜上有名，被封为太阴圣君。当然，讲到论功行赏，讲什么也袂当比老卢车一家。可是因拒绝了，
李靖向武王说，神原本就是修道之人，因缘际会下得以出山任官，修习功名，拄好时势所趋，天道难违，因此洪叔明替陛下平定祸乱，重现太平。现在任务完成，神只想归隐山林，持续潜心修道，望陛下成全。罗车听李靖这样一说，也赶紧跳出来附和说：“不错，比起做官，我更加欢喜自由自在的相拥于天地之间，也可以顺便游山玩水，斩妖除魔，像杨大哥一样。”话一讲完，罗车便转头看向杨戬，两人相视离笑。武王答应他们的请求，让罗车一家人回归山林。他们后来真正修行成果，肉身成圣，已经成为四大天王之一，托塔天王，跟金车、木车做伙在天庭的效力。罗车因为表现出色，几落届立下战功，让玉皇大帝封为统领天兵天将的中大元帅。杨戬嘛，回去到天庭，继续做伊的二郎神。故事讲到这还未结束，想要知影肉身成圣的罗车在人间留落来什么精彩的故事吗？请继续收看《封神榜神之传说》罗车的故事，咱下回再见。看精华，听重点，一起来聊哪吒的故事。大家好，我是佩晨。军营里面吹起了阵阵阴风，姜子牙算出原来是女妖在作怪，马上叫出大家来捉妖。哪吒踩着风火轮跑第一个，还拿火尖枪出来打怪。跟在后面的是杨戬，他拿了二郎刀，雷震子拿黄金棍，维护拿的是降魔杵，还有金吒、木吒也都来了，大家合力围攻三个妖怪。三名女妖看苗头不对，应该是打不赢了，转身就要绕跑。姜子牙命令哪吒等人去把妖怪给追回来。女妖边打边逃，趁见半路被女娲娘娘拦阻下来。结局是娘娘把三个妖怪绑起来交给姜子牙发落。妲己一看到哪吒，就开始卖弄风情，动作妩媚地说：英姐姐的小公子哪吒将军，好久不见了，这么多年我一直没有忘记你，请哪吒将军手下留情，可别滥杀无辜。哪吒可不是会被美色迷惑的人，他扭开葫芦取出了斩仙飞刀，然后咔嚓一声，妲己人头落地，大战终于结束了。当年被姜子牙收服，放在好朋友宋义人后花园里的五个妖精，已经在西岐山上建造一座封神台，等着他来。姜子牙算好良辰吉日后，带着封神榜来到封神台主持封神大典。李靖想要退顶山营继续休息，哪吒听了父亲的话，也笑笑地说：对啊，比起当官，我更喜欢自由自在，遨游在天地之间，我可以到处游山玩水，顺便做我最喜欢的事，打击妖怪，斩妖除魔。感谢您今天的收看，三分钟聊哪吒，我们下次再见。心佛拢显化，玉皇大帝伫天顶，地间诸恶好众生，众生显化在民间，故事精彩代代传，好请众生来保庇，奉神榜上顶神威。
真理感觉荒谬。为民发光是上帝光，八千过海电神通，三千道祖是教主，主管三界化万物。爱吃甜，你是上真爱拜祭，两手菩萨有两经，文武相传大汉拢会通，寒山拾着真好合，亲像白鸡古白相谈，三太子李老车骑风火轮，伊上解怕李老骨都大大，欢欢喜喜什么拢唔惊。先风也像老爹算盘，做做歹伊谁知影？车卡大仙人望山，世间代志搁袂定当。土海人谁爱拜妈祖，想予伊人平安免烦恼。临走地府有阎罗王，若是做歹伊头一个知。放唔通了心来做歹，卡踏实地求众亲人保庇，予恁无烦无恼。